刀子，我问你，谁帮我换的？哎，把刀子拿来，来，看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先告知一下，涉嫌诈欺哦，跟蒋先生肯定啊，涉嫌诈欺，我们带回来。还在山。北市中山警分局中山一派出所警员，16日17时许接报民众报案，发现中山区某公园内有一男子鬼鬼祟祟，以为诈团成员。警方获报后赶赴现场，经报案民众现场向警方指称，目睹该嫌在公园内点数大批现钞，情急诡异。警员盘问高姓涉嫌人时，他拒不配合，但神情紧张，不断冒冷汗。 对身上携带大量现金也无法清楚交代，最后高男坦承是诈欺车手。警方当场查扣背包内的新台币82万7000余元现钞、智慧手机一只、空白收据一张。警讯后一处犯洗钱防治法，执行法诈欺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来，看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涉嫌诈欺哦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你肯定啊，涉嫌诈欺，我们带回来。还在山。于4月16日17时许接获民众报案，称一所辖某公园内有一男子形迹可疑，疑似诈骗集团车手。警方获报后不敢大意，立即赶赴现场。经远警现场盘问高嫌时，发现携带大量现金，并无法交代来源。起初拒不配合，且神情紧张，不断冒汗，并在现场想删除手机讯息。警方立刻使用强制力保全证据，依法。 逮捕侦办，高嫌终于坦承担任诈欺集团车手，并在其背包内查扣新台币82万7000余元、智慧型手机一具、空白收据一张，全案疑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中山分局强调，警方将持续打击扫荡诈团，避免更多民众遭到诈团骗局血汗钱，并指出，如民众发现疑似车手行为，可立即报警到场查缉。 可获颁2万元奖金，鼓励民众一同加入打击诈欺犯罪的行列。本案警方依规定颁发奖金给热心民众，希望结合民众力量遏止不法行为。 61岁洪姓男子日前看到投资诈骗广告，在汇了120万相领初时却被刁难，因此惊觉受骗。新北市三重警分局获报后，和被害人一起诱骗车手面交取款，狡猾车手在看到远景埋伏时，立刻转身逃跑。远景骑机车追捕并将他踹倒在地，顺利压制逮捕。跑什么了？对呀，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 你为什么要跑？你不知道做诈欺为什么要跑？抱歉。那你也知道你做诈欺啊？你是不是知道你做诈欺？不知道。这有什么好跑的？车手供称，在网络看到应征车手广告，取款成功一次可领到5000元报酬。警询后依诈欺罪移送侦办。新北地院裁定羁押禁见。